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是 Dr. Cooper Cool Dream Team 的成員 Alvin。 上年我們中六班開了這個神寶底的常規課程，就教卷一的內容和取分要訣，結果很受歡迎，很多來自於 Band 2或者 Band 3的學校的同學，或者一些地區名校的文科生都有來報我的課程。今年我就決定全力發展這個神寶底的課程，不單止會將教的內容由卷一延伸去卷一卷二全部部分，亦都會將年級由中六延伸去中四五的目標呢，就是照顧一些可能數學能力比較弱的同學呢，幫他們將成績由 Level U 至3的水平提升到 Level 2至4的水平的。在暑假來講呢，其實很簡單，無論你是任何年級的同學呢，都是報同一個課程的，就是中四至中六神寶底暑期課程 Plan L2 A and B。 我們教的內容呢，其實基本上就是將中一至中三呢全部內容、全部初中課題呢都重溫一次。必須跟大家說，就是暑假是我們全年課程第一個階段，亦是最重要的階段的。原因是因為差不多全部高中的課題都是跟初中課題很有關係，如果你初中基礎打得不好，你去到開學的時候其實會有很多地方跟不到，或者你 DSE 同學準備溫書的時候都會有很多地方跟不到的。所以我們如果可以把握暑假的時間打回基礎，你一定會發現9月開學的時候數學成績會有很顯著的進步的。詳細的課程內容、schedule、配套那些在這裡不多說了，大家可以上網看，或者有不明白可以 inbox 問的。希望暑假可以見到大家來上我的課堂。